完早饭，闲来无事，跟妈妈一起锻炼身体。别的小朋友锻炼身体是自己跑步，你的锻炼身体方式这么特别，咋这么好斗嘞？这不是快开学了吗？开学后会有体育课，我提前预习一下功课。妈妈，你看我是不是很灵活？上蹿下跳的，你这活着灵活，简直灵活的不像话。我感觉这学期开学我都能胜任体育委员呢。你看着开学吧，我到时候给你们班主任讲一下，让你再当个生活委员，你的精力太旺盛了。我是一只美美的小团子，你们都来看我了呀，那我就给你们个面子，让你们近距离看看我，看到了吧，我的眼睫毛是不是很长，别人都夸我长得怪，你们觉得呢？今天妈妈给我的小木床有点奇怪，怎么是两头翘起来的，躺起来有点舒服，这个小木床我要好好研究一下，或许它还有其他的玩法。来吧，桶里面咋个是空的呢？你今天也是空手来的吗？孙孙也不知道放进去，原来孙孙在你手上啊！你这个来吧，可真是调皮，每天都想出不同的花样的游戏。来吧，你咋个又走了呀？给我一个孙孙，你觉得我吃得饱吗？钱别走。过了一个冬天，这个水池里面的水也该换一下了。水池下面都有泥巴了，最近天气还不错，想泡个澡澡。我来将水池打扫一下，先把水池搅浑浊，让底下的泥巴飘起来，然后让上面的水流下来，这样水池就能干干净净的啦。给你说了多少遍，小孩子不要怕树，你咋就是不听呢？你这耳朵是干什么用的？万一摔下来怎么办？快点下来！这棵树又不是很高，摔不下来嘞。危机这么大喽！快点下来，别那么多话。你别糊我眼睛啊！你这样抓着我，我摔下来也是你的错。你快放开我！这个姿势让我很难受。那你还不快点下来，把手松开！不松开我咬你了！你这么不听话，这孩子一天就知道给我惹麻烦。你看看，还要上去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往那边走，今天我在这里，你别想着往上面去了。